从我有记忆以来，就发现自己的手有种莫名的力量，聚集在指尖，往往要透过一些形式的抒发，将这股力量转移出去，心情才能平静下来。于是我打篮球、弹钢琴、变魔术，将脚踏车轮轴像是替它发电，每天传十通手机简讯，不管传给谁。用有趣的方式撕开事物的包装，喂食自己。漫无目的的敲打电脑键盘，给他来顿按摩，甚至替他洗澡，被他施暴。喂，周杰伦吗？是啊，哪位？听起来陈议长相当羡慕您的福气哦。其实不止议长，大家都认为您是福将，像很多危机到您手里就化为转机哦。您好，这里是扭转乾坤心理咨询中心，查询预约办法请按一，查询预约完成内容请按二，更改预约时间请按三，如需专人服务请按九。不行，我要约在公共场，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。这样费用要增加哦。没关系，你多少钱你开得出来我就付，可是你一定要遵守规定，绝不能泄密。
这一点你放心，别的我没有，就是职业道德多到你都可以开卡车来装了。嘿嘿，哎，那周先生想约在哪？好，我随便你说个地方好了。天母肯德基。OK， 我忙的。等一下，我要怎么认你？人家都说我长得像黑道大哥。先生，你的重量躺好了。祝你用餐愉快，谢谢。你还辛苦你了，你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帮我做一下外场。好，谢谢您。欢迎光临肯德基，这边可以帮你点餐哦。你好，要不要来个鸡肉卷套餐呢？一个墨西哥鸡肉卷。需要再来杯饮料吗？不用，不用。总共79元。哦，多少？100。我认识你吗？我姓钟，是你的客户。你刚才通过电话。你是不是有东西要给我？这什么东西呀？这就是我要问你问题。最近头怪怪，常会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讯息。想探到这底，找个精明一点的，那么东西。离你办公室那么远，干嘛要在天母？他也有我的道理啦。谁知道那天真的出现了一个大哥，要不然，要不然怎么？要不然，要不然我们现在就不用这么辛苦的挤在一辆脚踏车上啦。你办公室怎么会在旅馆里啊？那是因为我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啊，在旅馆里面工作是最方便的嘛。我跟你说，全世界各大城市我都有办公室啊，像是 London、 New York、 Bahim、 Rome、 北京、 Tokyo、 香港，甚至远至那个布宜诺斯艾利斯、那斯德哥尔摩、那雷克雅未克。放松，放轻松。你现在觉得非常的放松，非常的放松。活这么大没这么放松过，没这么放松过。周先生，虽然你这辈子没这么放松过，不过你还是有力气查看一下你的简讯啊。哦，蒂斯克罗埃第八王朝13世首都监狱，面向第五颗恒星的密室编号80754651和80754652号，囚犯。原为负责第八空间制买编码的执行官，因犯下了名为爱情的重罪，处以硫磺太阳星系服刑1万年的极刑。这是最新一代的手机电玩游戏吗？这是我活生生的困境，好不好？还有之前电脑收到奇怪的讯息，哦，
录音室里有奇怪鬼声音，电玩游戏有这么无孔不入吗？从你的专业来看呢？从我的专业上来看哈，如果是无中生有的话，这就是妄想症。可是你这种现象呢？你先查一下简讯从哪里发出来。私人号码。哎，你刚刚说录音的时候曾经听到过怪声音。对啊，有一次在录音的时候录到一个奇怪的杂音，叽里咕噜叽里咕噜，怎么洗都洗不掉。重新录也是一样哦。不是有什么传闻说，到我回去听可以听到上帝的指示啊？后来我跟录音师带回去听，真的有一段奇怪的话。是什么？想想，怎么从第几代的无生命形式进化为肉身，经过18个转移站，终结于另一个外力引起的强烈磁场变革，反正很怪的句子就对了，不了。听起来像是某种暗号，该不会是灵异现象吧？其实从小我就对那什么湖泊的水怪啊。麦田异象，还有飞碟的遗迹，特别有兴趣。该不会是外星人给我的暗号？外星人暗号。周先生，我突然觉得你很面熟哎，而且你刚刚又提到录音室，你该不会以为自己是？是啊，我就是周杰伦啊。有什么好笑？周杰伦，周杰伦，周杰伦，对不对？是啊。是嘞。欸、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在那边装神弄鬼了，好不好？走走走，说实话，你玩过多少心理医生啦、啊？啊，自己发简讯乱骗人，让我去唱片公司收钱，要害一下真的。我真的是，对不对？走了，走了，我帽子，来，啊，我真的是周杰伦，是，祝你专辑大卖啊！干嘛这样？我想着你回来，等你回来，让我开怀。这个梦我已经做了800次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再这样下去，我也许真的需要找心理医生看一下。哼，周杰伦赴精神科求诊，这下他们可以有的写。
屁呀、啊！一定是罗翔搞的。翻到公馆。小姐，能不能麻烦你把手伸出去，帮我测试一下风的强度？为什么？趁现在就站在我面前，在我们手指相遇的瞬间，大量的记忆从我体内醒来。以地球人的时间来说，一万年前我和他，迪斯克洛埃第八王朝十三世负责第八空间智马与解码的执行官，无意间犯下名叫爱情的罪。我们的灵魂体于是被强行附着于和陨石上处于极星，流亡到属于太阳系的这个空间来，在陨石撞上地球的一瞬间，我们两个分裂成微粒分子，散落两处，从此颠沛流离，见不到彼此。经过不知多久的时间，从巫身变形式转移成肉身，
再从单细胞生物进化成人类，然后在人世间不停地投胎，直到西元2002年，刑罚终止的这一天。从现在开始，还有16年的永久时间。你说，我们这段时间干嘛？反正这在地球上不犯法。